喜羊羊与灰太狼6大电影即将在2014年寒假与小朋友们准时见面，而这部喜羊羊与灰太狼主打童话路线，依旧欢乐温馨。王子和公主相识了，然后双双坠入爱河，从此王子和公主就幸福地生活下去。而且还有一位新角色飞马王子出现了，不知道王子和公主之间会上演怎样的故事呢？娱乐新天地，喜羊羊和灰太狼小朋友们好喜欢，综合报道。